大家好，我是看丽君。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让我们一起读唐诗。今天呢，我们分享月光里的唐诗《月夜忆舍弟》。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合称李杜。这位1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的湖北襄阳人，一生坎坷丰盈，是撑起盛唐诗坛的扛把子。治君尧舜上，再世风俗淳，是杜甫一生的宏伟抱负。他的伟大之处呢，正在于他经常能够从个人的痛苦之中超脱出来，将关切的目光落到了广大百姓身上。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这种伟大呢，是伴随着盛唐转衰的历史进程，不断地被诗歌铺就的。公元754年前的唐朝，正逢开元盛世，人口呢达到了5300多万。但是安史之乱的7年之后，人口呢减少了至少一半，死了那么多人。这可不是简简单单说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能够对付得了的。多少灵魂的逝去，才坐实了杜甫现实主义的名义。759年，唐肃宗乾元2年秋天，安史之乱爆发中，长兄杜甫呢和最小的弟弟客居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其他三兄弟散处于河南、山东等地，都处于战乱之中，这让杜甫啊甚为担忧。于是他饱含思念，写下了这首《月夜忆舍弟》。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树谷边防驻军的鼓声断人行，指时行宵禁，根鼓响过，行人断绝。冷不丁的一只孤雁的叫声，不仅没有带来一丝活气，反而使本来就荒凉不堪的边塞显得更加冷寂。一起笔就刻画了一幅边塞秋夜的图景，渲染出了浓重的悲凉气氛。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句写景也点明了气候特征，恰逢白露时节，天气转凉，诗人的思绪乘着月色飞翔，心里觉得还是故乡的月亮更明更亮。明明普天之下只有一轮明月，诗人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这种把幻觉说得不容置疑的肯定，更加突出了对故乡的感怀，对亲人的思念。此外呢，这两句在练句上也很见功力。他要说的不过是今夜露白，故乡月明，只是将词序这么简单一换，语气便显得分外矫健有力。可见杜甫化平板为神奇的本领，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弟兄分散，人各东西，家人如断线的风筝，失去了联系，居无定所，
家不成家，在有和无的对比中抒发了诗人深沉的相思，也寄予了无限的人生感慨。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兄弟们四处流散，平时寄信呢尚且常常无法送达，更何况生死茫茫，战事频繁。结尾处诗人自然地将兄弟离散的牵挂转为了战争对百姓伤害的痛斥，一幅杜甫作诗望天悲悯图一下就跃然眼前。公元744年4月，经洛道上，44岁的李白立在船头，船向东而行。洛阳城积膳坊大街上，33岁的杜甫满含期待。在一个没有被记载下来的日子里，一间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小酒馆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相逢。这次偶然的相会，不经意间见证了一个诗歌盛世的到来。这位正下马的白袍客叫李白，迎着他而来的青年叫杜甫。此时的李白44岁，杜甫33岁。这时的杜甫呢，已经拥有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小成就。但是相逢李白，还是被他不走寻常路的内心自由而深深折服。传说杜甫和父亲杜贤呢闹独立，离家而居，拮据的生活呢囊中羞涩。还是远道而来的诗仙呢，替尽地主之谊的诗圣付了酒钱。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结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